Hello，大家好，现在开箱的是 ANCA NECA 的 Universal Master 第三支 The Mummy 哦，木乃伊。那这个木乃伊它是1932年上映的哦。我一样是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啊。那有大概去了解它的剧情，就是这个木乃伊它的内脏，通常很多木乃伊他们是内脏都挖出来的哦。像如果有看那个《神鬼传奇》的话，哦，那个木乃伊它就是有瓶瓶罐罐的内脏哦，那他就把那些内脏、那些瓶瓶罐罐的，就是还原在他的身体上，他就变得很强大这样子哦。那这个木乃伊，它是内脏是没有取下来的，但是它这个如果唤醒它，就是从这个箱子里面取出这个卷轴哦，然后解开它的诅咒这样子。哦，这是彩色版，但是怎么看又很像黑白的哦。但是木乃伊本来就是比较单色的哦。哦，这封面没问题啊，就是彩色啊，它这个有出黑白版，但是还没有上市。现在黑白版的只有科学怪人了。哦，那这个是目前在市售的 NECA 它这个 UniMaster 系列只有这三只，那它会之后有。那个德古拉已经有那个图片哦，只有一张而已哦。那时候他们在，好像是为了什么，哦，那个好像那时候是 SDCC 的一个，如果有举办的话的，是一个，展览的期间哦，他们用一个就是，自己就是线上去公布他们最近做了什么的，好。那第四只德古拉有做出来了，但是我不晓得那德古拉算是第四只还是第五只，或是第六只，因为它这个 Universal Master 这个比较经典的部分哦，好像有7、8只以上，哦，就是一个女科学怪人，还有这个黑胶湖的怪物，就是那很像鱼人的，还有就是隐形人。还有歌剧魅影、德古拉，你看，光我这样就讲5只，加这8只了。还有啦，就是还有一些啦，只是我就那些电影就没有那么熟悉。对，那这个刚刚讲这些哦，这个它就通常都是落在1930年到1950年拍摄的电影哦，这是他们视为最经典的。那这些电影的那个怪物的样子，也奠定之后一些小商品，像他们过万圣节，要打扮成狼人，就狼人的面具就是长这副德行，也要科学怪人就长这副德行。你看七龙珠鸟山明他在画里面有一个。他们在对那个一个集团的那个我忘记了，就是人造人的啦，他就有一个科学怪人，就长这副样子哦。所以我意思说，他们 Universal 在木乃伊啊、狼人或是吸血鬼或是这个科学怪的样子，奠定日后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商品化哦，就是。将这些商品化变成，就是变成在生活中的一些，节庆啊，或是 party，或是一些角色定义哦，它就是奠定一个基础，所以它今日称为 classic 是不为过的哦。
哦，来看一下它这个包装的比对了。哦，那它这个只有这个狼人这个有这个防卫的镭射标签哦。那我这两只就没有，因为这两只就是水货的啦。那这个就代理版的，哇，这是水货。好，那我们来开这个木乃伊啦。哦，年前我收到的玩具，这是最后一只开箱啊。那年后会收到什么玩具还不晓得。哦，他这个当初就是希望他可以出豪华版的，希望有附这个棺材，可是就没有。但是他们看起来。不晓得棺材是要后续怎么样形式去推出，如果推出限量的，当然糟糕，我就没办法得到这副木乃伊的棺材。对，他 NECA 推出的方式有时候我无法苟同啊，有时候就是限定购买，像忍者龟的配件包装组，像我就没得购买了。那买到也好了，没办法买到，尽最大努力啊，没买到就算了。如果他是单一这个棺材去卖，我觉得不太有可能哦。配件组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之后又推出木乃伊的豪华版，可是你不知道等到多久。那你为了等那个赌这个豪华版哦，那不买这一只，到时候。就是悬在那，你的 Master 系列就一直悬在那，这次就一直可能就没有买到，我是这样考量，所以就是管它，那就先买吧。其实我有想过啊，就是在拆封的时候看要不要跳过哦，因为我这拍摄影片可以暂停一下啊，所以就变可以营造出很像剪辑的效果。但是其实我都是一镜到底的。对，好，这个箱子呢有一个卷轴，可能要自己去卷啊，你可能要自己去卷。卷起来比较好哦。好，那就念咒语，它就从这边跑出来。那它有一个半开眼睛的状态的，还有一个就是，哦，就是
准备就是生气了哦，准备要 fight 这个脸，嘴巴还张开了哦。那这个就是睡觉了哈，这就是真的睡觉，这是放在棺材这样子的。那其实你看它的NECA的这个玩具哦，你看它必须要搞的这副样子，然后它这个手肘的这个关节就一节、两节、一二。三四哈，哦，这样就会比较可以尽量做的可以更弯曲这样子。它不像你看这个狼人哦，狼人他是只有这样子的，关节是有不一样的哈，需求度不一样了，所以 NECA 他的人偶呢，他有很多的，有至少有三种的一个，两种吧齁，怎么看来看去是只有两种，两种的这个一些关节的部分的一个处理齁，的一个形态啦齁。那其实像这个木乃伊是谁演的呢 ？Yes， 他们是同一个人演的。当然是同一个人演的哦。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去查哦。就是我有去查过了哈，就是饰演科学怪人的他之后有去演这个木乃伊，都是同一个人演的。但是你看，既然是同一个人，他怎么身高差那么多？哦，当然是故意的啦哈。木乃伊本来就是像一般人的高那个身材啊，哦，对，那科学怪人本来要做大才比较有气势。OK， 哇，那这个木乃伊它有黑白版的，黑白版的应该做得很。因为这感觉不出来有彩色版的啊，所以黑白版应该直接套用吧，我在想。那我想它有彩色版，只有这个戒指啊，这个戒指是金色的。那我们要让它活起来啊，活起来就是要手要有点动作了。OK， 他左手只给一个啊，真的呢？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没特别注意到啊，好像真的是左手只给一个，右手给三只，然后。这个是就是平胸放在胸口的手势，那这个张的没有那么开啦，但是
那他就我以为这个，你看这个，我以为左手也是会有这样张比较开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抓人家的一个手势，居然没有。这个绷带应该是这样吧，哈，然后感觉比较帅气这样子。哦，这样就比较威一点。这个箱子呢，其实可以放它的配件啊，哦，还不错。这个呢，这个我想把它卷一卷好了，这个把它卷一卷，直接卷给大家看，反正这个影。木乃伊这个影片我也不知道该介绍什么哈，先卷给大家看哈。哦，对对对，他这个是这样啊，卷轴要给你要自己去卷的啊。他付给你就不错了，要自己去卷。OK， 美美的啊。再细一点会更好，你就平常看电视就这样玩在手上把玩这样卷，就到时候就会卷到更细的啦。现在我只能做大概的样子，然后呢一样放进去，这样。就这样，欸，有没有有 feel 了，就是这么回事。好，okay， 那其实他这个我也不晓得，这这样吗？还是这样子，还是他是要绑在头上的，还是这样的，可以绑起来的。他是可以稍微还是一样，他这个还是有点韧性的啦，不一段的，所以你大概就这样，可以这样子哦，就绑起来。或是把它从后面把它绑起来。把它蒙眼哦，
或是把它捂嘴巴。可怜啊，被人类唤醒，然后又被人类欺负，把它唤醒起来，然后把它欺负它。人类就专门在干这种事情的。兄弟，我来救你啦！一样啊，烧他，对不对？烧，好，那这个木乃伊的开箱就到这了。